猜猜这个是什么？它亮，鸡冠油，鸡冠油不是鸡身上的油，它因为长得像鸡冠花，所以说取名叫鸡冠油。它是猪内脏外面包裹的一层油脂，其实就是猪油。夹了个手套，辣椒油呛的。不是特别烂。
个鸡冠油油炸一下，撒点那种椒盐、孜然粉也挺好吃。没必要像我们这么吃。今天的淋巴去的好干净。麻椒鸡儿汤腌个2到3小时，特别有肉味，特别好吃。供饭用凉水，收到后用凉水泡发30分钟到60分钟，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一定要洗干净，多洗两遍，把那个汤一定要洗成清清澈澈的白水。可以直接腌，也可以说用热水稍微焯一下，焯一下，用这个麻椒鸡爪腌个2-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，特别入味。还有咱们家那个椒麻大杂烩，这么吃也很好吃。贡菜不仅可以凉拌，还可以涮火锅，稍微一涮就可以吃，然后蘸一点你平常吃火锅的那个麻酱蘸料，也特别好吃。贡菜它本身没有任何味道，你怎么做它就是什么味道，所以说如果你说贡菜不好吃，那肯定是你做的不好吃。配个鸡爪。